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二份礼物，后续彩蛋元神活动，彩蛋与蔷薇的幻色送活动剧情记录。小千侠了不起的后辈，啊，可怜的年轻人，前辈我啊，下次再请他吃顿好吃的吧。小马花是真正品的人，好棒啊！他航卡的造型啊，霞海也是海啊，明明是演戏，为什么刚才不由自主的想着图纸怎么改？啊，乙方做久了，等，乙方做久了，甲方一说就必须想改了，真难顶啊！哦，肯定是在这。哎，怎么总是有上当受骗的人？想宝石的事，哦，对海这件事，真邪嘛！草神大人应该没有发现什么吧？其实刚才还想问问关于宝石的事。宝石只能交给赛诺的。是今天海参去智慧宫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去查有没有书籍介绍这种宝石的东西了。海参一般，我感觉海参这种人一般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。其他你呢？欢迎光临，真行。刚刚还有谁啊？卡维，你怎么会有海浪鬼啊？切，哦，好像只剩一个其他你没找到了。妮露的话，不知道去大巴沙能不能找到他。嗯，其他你啊，找到了，也是海啊。该不该调整下航船的奔次？像没发现吧？没发现，应该没发现。旅客来，明天得叫人在禅蛋园附近望望风。有以防万一是吧？这里应该是的了，这里四个应该没什么彩蛋的。去这边看一下。说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南纳罗呢？那南纳罗不见了。蓝烟浪海的事，哦，重新开始。哎，都是南烟拉本拉啊！好像少计算了一个变量，难道要重新开始？你还好吗，蓝烟罗？啊，你好，我没事，我只是看到了星星在眼前旋转。哎，不行，化神诞日就要到了，我必须尽快完成论文，然后去现场看花车巡游。后藤大人一定看得到你的努力。嗯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感觉下一刻他就要睡着了。再微小的星星也会有它自己的光亮，坚持发光就一定能被看得到啊！我还是打起精神再换一株算法好了。哎，太惨了。耶，时间动，今天没有南纳龙了吗？之前是有两个南纳罗实现的。不懂得准。哦，是去邓巴扎里面看的。哎，看妮露他们还在不在。妮露昨天是有的，今天把草神拉过来。哦，草神拉过来，妮露不见。不在啊，再出去看一下。今天没看到南大罗啊，
那两个党的罗被我们吓饱了之后就没吧？感觉应该不会在这边，这边太靠边了。不然这里有条路通往大爆炸，但太靠边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最起码要到内城，这相当于外城。哇，哎，这个好像是我们的房屋是吧？我们在须弥的房子，须弥房查，以前这里有个标记，我们以前在须弥住的地方。哎，兰卡亚，秘密，什么秘密？兰卡亚什么都没说。不是，南大罗也在准备给草神的惊喜吧？都在准备给草神的惊喜吧？这边是海参的家，咱们往上走，上面就是教灵院嘛。啊，啊！我今天闪兵还在。哎，问了个赛诺，讲了个不错的笑话。欢迎来到教灵院。好笑，好，赛诺，站一下，这不沙帽吗？赛索斯最近常提起你，赛，哦，那个家伙，这不是大风机关吗？你也有缺人去过节的兴趣？我会教灵院查些东西，路过了就和你打声招呼而已。不过，我对你确实有些兴趣。哎，你打七声召唤吗？不打。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你知道你打牌的话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不打，你的牌会变成冒牌货。哎，不好笑吗？好笑吗？那两个人怎么会站在一起搞出一出彩蛋？我真的服了。智慧宫在里面，那海参在不在里面？不，感觉邓伦概率性不大。一般要换场景的话，压力不到。瞅一眼吧，瞅一眼。海参你在吗？海参啊，海参，教灵院这里好多那些什么收藏的书籍我都没拿过，就看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闪光。你有应该不会在里面，就各种彩蛋应该不会藏这么，除非任务要我们来，不然不会藏太深。怎么回来还在教灵院顶层做的吧？爹，哦，还没到顶。爹，哦，天花板抬着顶。难道看一下果然卡维先生回来后又开始和书记官吵架了。海参不在呀，那去
经常观看的人。哦，之前没去晋阳宫，听说晋阳宫有一个那个什么花车虫子，想起来了，哇哦！晋阳宫里面应该没弄，反正我看一下，蛮来的吧？哎，这个花车可以啊，这个花车可以看的。哎，假草船都变成这样了，对，都已经，那这样过就不能多点什么摆饰吗？什么装饰啥的？哦，看着好冷清啊，它的附的地方。这个花车，感觉这花车要搞个像那它，搞成它那个端午的那个灯壶形状就好了。哇，它可以荡来荡去啊，它有那种感觉了。然后可不会掉糖果，花车啊，颠呀颠是吧？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花车放在这里的话，他说要从终点是奥姆斯港，之前说终点到奥姆斯港，那你这样要一路，所以奥姆斯港你怎么一路？哦，要经过哦。从这边走水路，长大园这边过来到奥姆斯港。你先不说水路怎么走，我在想他这个车放这里，他这个坡要怎么下去？这地不小心就冲出去了呀！徐氏的天空似乎好久没见到塞诺大人了，他不会一直在打牌吧？你好，爹，哦呦，命之座的课题，命之座还有课题吗？命之座，哇，须弥到那什么都研究，哎呀，现在就不知道他给的那个。我看是这个，哦，四五块摆设，哦，那就是可以放到成歌湖的啊。虽然我不玩，不玩成歌湖，但我不能不拥有它啊。把它摆出来，草草偶尔去做一下，还挺好的。第三份礼物应该就是27号草船的生日了。我这个剧情过了一个小时，还行，主要是看那个他那个。那些导弹啊，不导捣乱的导弹，捣乱的坏蛋啊，不捣乱坏蛋会怎么处理？然后现在须弥还没出现的人，我看一下塞索斯，刚刚是彩蛋里面塞洛提来的，塞索斯还没出现。然后还有谁来的？科莱和迪西亚说是在迪奈蛇在那里，但我们好像有没有看到关于他们的彩蛋？然后尼路是出现了的。哦哈，须弥已经全员出来了，兰伊拉存在在彩蛋里面的啊，有须弥整个全员出来了，全员出动，很期待，我现在很期待第三幕的彩蛋啊，第三幕的剧情，第三幕的彩蛋，果然啊，又漏了一个南纳鲁啊。而且他漏的位置是我之前去过的位置，就是咱们须弥返场呢。之前我们是在这里找到那个叫什么来的，一个胖胖的，来一个胖胖的南纳鲁，然后就在我们须弥返场后面有一个尖头尖脑的南纳鲁，就在那里。我刚才我本来还进屋主里面看了，我之前是进屋主里面看了。然后回头啊，发现那里有个南纳鲁的，但是我没想到啊，这两个南纳鲁真的又很近，那
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。兰维达。啊？他的每个剧情都是有两个兰娜的娃。好多娜娜，你好呀。兰维达不知道，兰维达再见。都在给挑神庆生呢，都在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被发现了。这两个，喂，死角线，身差不是很远。估计第三份礼物的话，如果是全彩蛋出来的话，那估计应该也是有两个兰纳罗在里面。